奉主耶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我读一节经文。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
大家同心祈祷，全能永活的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因你是造物主，我们是你手所造的，我们要歌颂和赞美你奇妙和伟大的创造。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你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你竟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代赎，以致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并且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将荣耀颂赞归于三位一体的真神。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安度过的星期，今早众儿女们肃立在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一起敬拜你，愿你的灵都是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有一个专一的心聆听你忠心仆人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明白主的话语，愿你话都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一生追随主，效法基督，在日常生活中见证主，荣耀主名。以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同众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能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若用我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各位平安，今日同大家来到去分享一段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第八章一至到十节。藉着这段的经文呢，我们看看神对人的试验和管教、试验和管教两方面。我们先来到去读这段的经文，《生命记》第八章第一到第十节，我们可以一起你要读出这段的圣经好吗？《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开始，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鞋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
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在一篇的文章里面，我看到一个故事，讲到呢有一个的中年丧偶的姊妹，意思就是说她先生是离开了世界，她是一位中年的姊妹，所以当先生离开了她之后，她打理好她先生的身后事，亦都呢要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文件，所以呢她一日去到银行那里，来到呢打开他和先生一起拥有的银行的一个保险箱。在保险箱里面，他呢发现到有一封的信，里面呢是他先生的遗嘱，信里面呢这样的又写着几句的说话。他说呢，亲爱的，我呢是比较贫穷，我冇乜嘢特别嘅财产遗产嚟到呢係留返俾你。我只有呢1亿2000万留俾你。哇，呢、這个姊妹呢一睇到头一句嘅说话呢眼睛都大晒。因为呢佢先生竟然呢有1亿2000万留俾佢。所以呢佢继续嘅嚟到睇落去啦。呢度佢嘅遗嘱嗰度继续写住话1亿。就是呢我们两个有美好的回忆。而那2000万呢，第一个1000万就说呢，你千万不要呢悲伤，要快乐起来，因为我们呢很快就可以在天国里面呢来到相会啦。而第二个1000万呢，就说呢，你千万不要呢离开神，因为离开了神，我呢就不可以在天国的里面呢同你相遇了。最后呢他先生写话，亲爱的，你会不会怪我留给你的东西太少呢？你会不会呢因为我留给你的东西太少，你不肯呢来到是接受这一份的遗产呢？他太太看完之后，你睇谂下咧，有啲乜嘢嘅感觉咧？会唔会咧？切，原来咧1亿2000万就系咧呢1亿2000万啊！会唔会咧？真系咧嫌佢嘅先生冇将更多嘅遗产、更多嘅财物嚟到咧留俾佢咧？或者咧佢好珍惜佢先生嘅遗嘱？好珍惜呢佢先生最后留俾佢嘅几句嘅说话。我相信呢一位嘅姊妹一定呢非常嘅嚟到去珍惜先生留落嚟嘅说话俾过佢。今日呢我哋去睇生命记嘅时候，我哋知道呢生命记係特别喺正话我所读嘅第八章第一到第十节呢，是呢摩西令以色列人呢已经抵达约旦河的河东那一边的旷野。只要呢过了约旦河，他呢就可以来到得着这个的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应许的美地。而这一班的以色列人
都是呢20岁以下的以色列人，很可能呢他们是没有听过摩西在西乃山上面来到呢是将神的说话教导以色列人，没有听过神的这些的命令。我们看到原来呢神要藉着一些的情况来到呢去教导以色列人。我们看看《生命记》第一章第三节，《生命记》第一章第三节话：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藉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在这里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已经是出埃及第40年的11月初一日，即是说呢差不多要完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间的了。现在呢只要一过了约旦河，就可以进入呢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应许的美地。所以摩西有这样的责任，需要呢重新再一次将神的命令神的应许来到话给以色列人听。因为20岁以下的以色列人，很可能他们都不知道神的话语，不知道神那个的命令。在这40年的里面，摩西来解释为什么呢以色列人要流落旷野有40年那么久呢？为什么呢他们要在旷野那里绕行多40年呢？40年的日子其实呢是非常长的日子，因为呢一个人在困难里面的时候，在艰难里面的时候，环境不好的时候呢，会特别感觉到呢时间是很长的。如果是快乐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呢我们广东人都有讲的嘛，快乐不知什么话时日过嘛。但是呢如果在苦难的里面，困难的环境里面呢，哎呀我们呢就会度日咩呀如年咯。快乐的时候呢就度年如日，是咪调返转㗎喽。加上呢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有几百万人咁多。他们呢依家几百万人是在生活这个的旷野的当中。你想一下，实在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亦都是神所爱的。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他们要经历这40年这么艰苦的生活呢？要在旷野那里呢来到去兜圈子呢？今天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点解呢神有时候亦都会将我哋呢放喺好似喺以色列人呢喺旷野嗰个嘅光景嘅当中啊，我哋都会遇到呢一啲嘅难处嘅。有时呢可能我哋唔单止嚟到经过40年呢个旷野路添，或者呢我哋呢经过咗呢几十年啊，我哋今日呢年纪呢有返咁上下啦，我哋所过嘅年日呢好似呢都系以色列人一样咁样嚟到呢喺旷野嗰度嚟到系生活，会遇到呢各样嘅一啲嘅难处。所以今朝早我哋呢要藉着摩西所讲嘅呢一段嘅说话，我哋呢去明白一下神嗰个嘅心意，佢啲咩嘢功课嚟到系俾个以色列人，今日咧嚟到俾个我哋嘅咧。第一点，我哋睇到咧呢个系神嗰个嘅试验。我哋睇下第二节啊，就清楚咧话俾我哋听啦。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后面怎么讲啊？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
诫命不行，神要使以色列人流落旷野40年，在旷野里面呢来到去兜圈子。嗱，依家咧时间到啦，因为咧已经系到咗11月嘅初一日啦吧，佢哋咧快要满呢一个嘅40年啦，以色列人咧好快就要进入呢一个嘅迦南地，所以摩西喺度嚟到将神嘅心意咧嚟到透露出嚟，话俾以色列人听，神有时候咧亦都会将他的儿女放在一些的困难的环境的当中的吧。有时候呢不会立刻的将他的心意呢来到话给我们听。神有时候会让人呢经过一些的苦难，一些的难处，吃过一些的苦头之后，先正呢话给我们听为什么神呢会容许一些的难处呢临到我哋嘅身上。神点解要让以色列人喺旷野挨咗40年呢？呢条圣经话俾我哋听，神咧喺呢40年嘅里面系要苦练你，系要试验你。嗱，呢个咧就系神嗰个嘅心意啦。就话咧，藉着呢40年，俾以色列人喺度兜圈子，喺旷野里面咧嚟到系兜圈子，点解咧？就话咧要喺嗰度嚟到系苦练你，系要喺度咧嚟到试验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有啲乜嘢嘅试验啊？喺旷野曾经俾个以色列人咧有啲乜嘢试验啊？嗱，我哋記得第一樣咧，就話咧係要教導以色列人每日朝頭早去收取呢啲嘅瑪拿，係咧出埃及記16章嘅第四節。出埃及記16章第四節，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糧食從天降給你們，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进不进我的法度。嗱，当以色列人咧喺旷野冇粮食嘅时候，肚饿嘅时候，神咧就喺每一日嘅朝头早嚟到咧系供应佢哋嘅粮食，喺天上降下呢个嘅粮食俾佢哋。呢啲系咩嚟噶？马拿咯，系咪啊？佢哋咧一早起身嘅时候，见到咧好有一啲好似雾水咁样样咧，喺呢一个嘅地上，系咧圆形白色嘅，佢攞嚟咧试下味，啲味道咧好似咧掺杂咗呢个蜜糖嘅薄饼一样，蜜糖薄饼啦，我哋叫做啊。好香，好好食㗎喎，从来呢冇食过㗎喎。所以大家呢尝过之后就话，咦，究竟呢呢啲系乜嘢嚟㗎？咁人就话，哦，呢啲呢我哋就按佢个名呢叫做马拿啦。马拿咩意思呀？这是什么东西啊？即系话呢啲系咩嚟㗎？呢个呢就系马拿嘅意思啦。所以第日咧，如果你要問人哋呢啲係咩嚟㗎，你就話，呢啲係瑪拿，就即係話咧，這是什麼東西啦？咁聽嗰個要識答㗎啦喎，如果唔係咧，你都啞口無言，唔知點樣答佢啦。瑪拿就話咧，這是什麼東西？佢哋咧就拾取呢啲嘅瑪拿，但咧要一早清早嘅時候咧，就要出去嚟到執㗎啦喎。如果咧太阳一出嚟嘅时候，一发热嘅时候，呢啲嘅马拿咧就会消化噶啦。但神咧喺佢哋要拾取呢啲马拿嘅时候咧，系藉着咁样嚟到去试验佢哋。点样试验法啦？嗱，你睇下咧，出埃及记16章第四节，正我读过嘅第二行。紫色嘅地方吓，神啊话咧，我要将粮食从天降俾你哋啊嘛，百姓咧可以出去，留意后边啦，每天收每天的饭。
这里呢神特别的你要加上一句的说话是要呢你到去试验他们肯不肯遵不遵行神的这个的话语神的法度要他们每天收每天的饭亦都呢要按照他们的份量自己吃的份量啊来到去收取你吃几多嘅饭量咧？你个份量咧，你就收几多，唔能够多收。如果咧你多收啦，留翻到第二日嘅朝头早嘅话咧，就会咧生虫，又会发臭，唔可以再食噶咯噃。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喺收取玛拿呢件嘅事上边，呢、这、一个嘅试验上边，成功定失败啊？失败咯。因为当中呢有好多人呢都呢超过佢哋呢嚟到去收取每人每天嘅份量。结果呢第日呢发臭啦生虫啦。所以呢佢哋呢喺呢一件嘅事上面佢哋失败咗。因为呢佢哋冇遵行神嗰个嘅法度。呢个系神特别嘅试验佢哋要每天收每天的饭，顶姐妹啊，我哋咧有冇信心嚟到去相信神咧会按时嚟到供应俾我哋啊？我哋咧会唔会咧嚟到相信神每天都会按时嚟到系供应俾我哋嘅需要咧？我哋咧今日唔知咧听日嘅事系咪啊？我哋冇一个人咧对听日咧。嚟到係有呢一個把握，但咧人咧就係咧唔單止顧今日嘅事，顧埋聽日嘅事，顧埋咧嚟緊呢個禮拜嘅事，嚟緊呢個月，嚟緊嘅一年，嚟緊嘅十年，嚟緊嘅幾十年，我哋咧都咧係去掛住以後將要發生嘅事，我哋有冇一個嘅知足嘅心？嚟到咧，每日去收取我哋每日嘅需要，我哋自己嘅份量咧，亦或咧今日咧，我哋冇咗一个知足嘅心，我哋咧想去多收多取。有啲嘅人咧，因为要想多得一年，多得咧十年，多得咧几十年之后嘅东西，嚟到咧不择手段，或者咧系用。唔系基督徒嘅方法嚟到去赚取咧，记唔记得我哋曾经分享过《箴言书》30:7-9咧，至到第九节啊，呢、这个咧系阿古尔嘅祈祷啊。嗱，我哋咧又去温习下呢三节圣经，系喺《箴言书》30:7-9。好，我哋又读啦。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应你说，又话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个呢是阿古尔的祈祷。佢求神嚟到咧听佢两件事嘅祷告，喺未死之前咧，求神咧嚟到赐个俾个佢。第一件事就话咧，使虚假谎言远离我。这个咧系每一个正常嘅人啊应该有嘅品德，要同我哋更加呢一个系我哋属灵嘅美德啦，系咪啊？我哋咧又唔好有虚假嘅谎言啊。嚟到咧系喺我哋嘅身上，另外咧就话咧俾我咧不贫穷也不富足，赐俾我咧需用嘅饮食啊，因为咧如果我哋太饱足嘅话，太多嘅话咧，我哋咧又会去否认神噶咯，以为咧自己嘅本事。我哋咧忘记咗呢个系神所赐俾我哋嘅。如果我哋太贫穷嘅话咧，又会咧去偷窃，会亵渎咧神嘅名。以前咧我哋分享过噶啦，所以咧我唔详细，你又再讲啦。
就话咧，我哋都系好似阿古尔咁样嘅祈祷，求神咧俾我哋一个知足嘅心，我哋咧唔太贫穷，亦都唔太富足，我哋每一日我哋都有日用嘅咁饮食，但我哋咧就已经感谢神，我哋感谢主，神咧要将每一日我哋所需要嘅，我哋嘅份量都嚟到赐给俾我哋，俾我哋能够有一个知足嘅心。好可惜，今日有好多嘅人用尽各样嘅方法嚟到咧，系要得到世界上更多嘅嘢，亦都咧嫌自己银行嘅户口个零咧太少啦，想尽办法嚟到咧系赚更多嘅钱。想盡辦法嚟到咧，係去減輕呢一個嘅税金即係俾政府嘅税啊，盡量咧諗辦法嚟到扣税或者咧想盡辦法唔使咧十分之一嘅奉獻扣除曬咧所有嘅開支，最後咧先剩咧有少少嘅奉獻，你睇下。人呢都是为了自己日后的需要，想尽办法来到呢是要得到更多。所以求主来到去提醒我们，好像呢主教导我们的祈祷的一样，在马太福音六章第十一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几时赐给我们啊？今日赐给我们。是今日啊，是日日啊，每一日啊，咁样嘅你好赐过俾我哋，是按照我哋嗰一日嘅需要嚟到咧赐过俾我哋。我哋每一个礼拜都背住祷文，系咪？我哋咧有冇相信神咧会按日嚟到供应俾我哋嘅咧？佢俾我哋嘅也不多，也不少。好啦，呢、这个咧系执取马拿。的功课是呢要去试验他们肯不肯听神的这个的命令，神的话语。第二个的试验呢就说呢，神呢留低几族的外邦人在迦南地，为的呢 是要试验以色列人。我们看看士师记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士师记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争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希美人，从巴黎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嗱，呢度咧两次讲到试验，点解咧神留下几族嘅外邦人喺呢一个嘅迦南地咧？我哋最近咧呢一个嘅以勒团契系查考士师记，所以我哋以勒团契嘅团友咧都已经查过啦。喺呢一度咧话俾我哋听，神留下呢几族咧系要试验以色列人，对圣其实咧都系好噶噃，都系啲功课俾佢学习噶。因为咧要俾呢一班嘅年轻人未曾咧经过战争嘅以色列人咧嚟到咧学习点样样嘅嚟到去同外邦人有争战。另外咧，亦都咧留下几族嘅人咧，系要睇下佢哋肯唔肯听神嘅呢一个嘅说话。结果佢哋嘅试验，佢哋嘅测验合唔合格啊？唔合格咯，因为咧佢哋冇嚟到系喺呢一个嘅试验当中嚟到咧系得胜啦，嚟到咧系真系去遵守神嘅话语啦。
因为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应该来到是听从神的说话，要将所有的外邦族外族人都要来到是消灭的嘛。但呢结果他们都是留低这些的外邦人。为什么要留低呢？因为呢俾佢哋嚟到係为佢哋作担台嘅工作，做服苦嘅工作，即係同佢哋呢做为奴为婢呀，喺度呢服侍佢哋呀。呢一个呢係以色列人失败嘅地方啦。但係呢亦都係神呢藉着呢几族嘅人呢去试验佢哋肯唔肯听从神嘅命令。神对以色列人有啲咩命令呀，有啲咩诫命呀。我哋记得呢就话呢唔能够与外族人有通婚㗎嘛。但结果以色列人点样做啊，佢哋呢将自己嘅仔嚟到呢係娶呢啲外邦女子。将自己以色列人嘅女呢就嫁俾呢啲外邦人嘅男仔。喺度呢同异族人通婚係咪啊，唔单止通婚喎，因着咁样嘅缘故呢，所以呢他们亦都去拜外邦人所拜的这些的假神，这些的偶像。结果他们呢又失败了。记不记得呢，神在十条的诫命里面，第一第二条是什么诫命啊？第一条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嘛。第二条呢不可挑刻同埋拜偶像嘛。好可惜以色列人呢都失败了。他们拜这些的偶像，而且他们都与外族人来到去通婚。我再读埋《士师记》第三章第五到第八节，《士师记》第三章第五到第八节说，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地，黑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阿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嗱，呢度有两个嘅字咧，特别用黄色打出嚟。第一个咧就话以色列人竟然住喺迦南人嘅当中，竟然嚟到咧娶佢哋嘅女儿为妻，竟然将自己嘅女咧嫁俾以色列人。嗱，所以咧以色列人咧失败咯，佢哋竟然唔记得神嘅话语，竟然违背咗神嘅呢一个嘅命令，呢啲嘅吩咐啊，而且咧，亦都咧，竟然嚟到拜起佢哋嘅偶像啊，朱去侍奉朱巴力同埋咧阿舍拉。第八节头两个字话，所以耶和华嘅怒气向我哋发作啦，结果佢哋失败咗啦。我哋亦都记得喺以色列人嘅历史上面，亦都咧有一个王咧，亦都经过呢一啲嘅试验，呢、这、一个咧就系希西家王咯。喺列王记下十八章至到二十章，我哋冇时间咧嚟去读啦，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有时间嘅时候咧去补充翻去睇嘅。记唔记得咧呢一、这个嘅犹大王希西家？本来是一个较为好的一个皇帝，他做王的时候将境内的一切的幽坛、偶像、邪术和巴力的祭司都除去嘛。所以在历代志下三十一章二十节和三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呢，就说呢神呢要来到去试验他了。在31章20节话，希西家在犹大列地这样办事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这个是希西家好的时候，听从神话语的时候，他是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为善为忠的事。
所以神与他同在，神祝福他，所以由大国又能够国泰民安。但到最后呢，希西家他得到一个必死的病，他在神的面前来到去力求啊，在这里来到强求，求神来到去医治他，赐给他生命啊。神亦都听他祈祷了，怜悯了他了，所以就派先知以赛亚去见他，为他祈祷，然后将一块的无花果叶贴在他疮上，结果他就好了上来了啊。而且呢，先知以赛亚话呢，神依家加添你15年嘅寿数，你要啲咩证据呀、啊、你呢係要日晷进前10度啊，抑或呢后退10度啊。结果佢揀选咗咩呀，揀选咗呢日晷呢向后退10度啊嘛，记唔记得呢个故事呀、啊、呢、这个呢係希西家最得意嘅时候。但是到32章31节，神呢嚟有一个试验临到嘅身上啦。啊，32章31节话，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希西家，访问国中出现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结果呢，佢医好咗啦。啊，呢、这个嘅事情咧传到巴比伦王嗰一度啦，巴比伦王派人咧去见下希西家，啊问下佢咧点解咧会医翻好嘅咧，你个病咧点解都会好翻嘅咧？啊，佢呢个时候咧骄傲啦，冇将荣耀归俾神啦，将自己所有嘅财富咧嚟到咧系显示喺呢一个嘅使者嘅眼前啦，呢度话咧。神咧离开佢，试验佢，系咧佢离开神啊，吓唔系神离开佢，系佢离开咗神，嚟到咧骄傲自夸啊！原来咧神亦都藉着咁样样，系咧一个嘅试验佢，一个嘅功课，结果佢咧失败咗啦。以后咧又犹大国亦都咧系被巴比伦所掳。嗱，呢个咧系以色列。啲人係遇到旷野嘅艰难嘅生活，冇粮食啊，原来咧系神对佢哋嘅一个嘅试验。第二方面咧，就话咧，原来咧亦都系神嘅管教啊，因为咧儿女系应该接受呢一个嘅管教嘅。我睇下《生命记》8章5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一起到后面一句，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原因，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说话，他们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记不记得？后来咧，探子翻嚟啦，10个里面咧就讲回报一啲嘅恶讯，话咧我哋唔能够咧攻入去呢一个嘅迦南地啦，因为里面嘅人嘅好高大，城墙咧好坚固，我哋都冇办法咧嚟到攻入去，不如咧我哋翻去呢一个嘅埃及啦。因为咧呢10个嘅探子回报恶讯嘅缘故，所以呢些人喺度发怨言。要咧揾另外一個領袖帶領佢哋翻呢個埃及，記唔記得呢件事啊？但其中有2个探子就話咧，神應許呢個地方賜俾我哋嘅，我哋可以入去。但以色列咧唔肯聽呢2个探子嘅説話，所以咧神要管教佢哋，使佢哋咧嚟到歸回，唔係歸回埃及啊，係歸回呢個曠野，喺曠野嗰度咧漂流40年。令到他们要有一个最后信服神的带领，所以神以一年顶一日来到惩罚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窥探迦南地40日嘛，所以一年顶一日就是说40年，要漂流40年，这里说是神的管教来的，好像人管教儿女一样。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是教导父母亲
应该在家里面好好的管教儿女，使他们行在当行的路。我们中国人过去的家庭教育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的中国人的仔女，我们中国人的细路的品格啊、个性啊、行为啊，大多数呢都比较好，循规蹈矩，是不是？因为呢中国人的家庭家教呢比较严，亦都呢每一家里面每一个家庭呢都有自己的家规，自己的家法，所以中国人有句说话，棍头里面会怎样啊？出好仔咯。可惜呢依家就唔係啦，依家嘅情况呢可能有啲嘅改变啦。因为依家呢家庭中国人嘅家庭教育呢可能呢都缺少咗呢一个嘅管教。父母两个呢都要出去做嘢，由早到晚好少屋企。而且呢法例都禁止过分嘅又责打儿女会告你呢虐儿呀。会咧剥夺你嗰个嘅父母亲嗰个嘅监督嘅呢一个嘅权啦。所以咧依家嗰个情况咧，可能咧有一啲嘅改变啦。其实属灵上边亦都系一样嘅，神亦都系会有时候咧俾过我哋一啲嘅管教。记唔记得雅各啊？雅各咧？佢嚟到呢係俾拉班欺骗咗好多次，係咪佢呢最爱嘅拉结想同拉结结婚，所以呢为咗要娶拉结嘅缘故呢服侍佢嘅舅父拉班七年。结果呢佢嘅舅父呢竟然呢係将另外一个女儿利亚呢嚟到呢嫁咗俾佢，佢呢係爱呢个拉结，所以呢又愿意多服侍多嘅舅父呢七年，所以呢嚟到去得到呢一个嘅拉结，又话俾舅父呢呃咗14年喎，而且呢佢自己话呢你佢舅父呢改咗佢10次公价喎，点解呢佢舅父咁样待佢嘅呢？因为呢个系神嘅管教嚟嘅。雅各呢曾经都系咁样呃个人，呃咗个长子名分，亦都呢用唔好嘅方法呢呃咗佢舅父啲牛羊，系咪呀？所以呢我哋见到神嘅管教亦都呢系临到雅各嘅身上。好啦，虽然系神嘅管教，但是当中呢亦都是有神的恩典在里面的话。但我们又翻返去生命记第8章第3到第4节。睇下喺神的试验同埋管教的当中，原来呢都有神的恩典的。我们一起读这两次圣经。他熬炼你，即是神啊，神熬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鞋也没有肿。有没有见到呢神的恩典在当中啊？第四节话呢他们在40年的里面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没有肿过，用咗说话讲咧，鞋都冇咧，穿过，有冇咁样咁襟嘅衫啊，咁襟嘅鞋啊，咁好嘅脚啊？我记得咧，我去呢一个嘅青岛旅行翻嚟之后咧，我嘅右脚肿晒，因为你行得太多啦。你谂下，我去咗3个礼拜啫嘛，只脚咧已经肿晒啦。翻嚟咧医咗成年啦，捽咗成年啦，先正咧嚟到好翻。但呢以色列人竟然40年嘅里面喺旷野兜圈子40年嘅里面，脚没有肿，衣服亦都冇穿破，神呢任佢哋饥饿，原来呢系苦练佢哋。之后呢喺呢一个嘅管教嘅当中，你又将呢啲佢哋未曾食过嘅、未曾认识嘅玛拿嚟到赐给佢哋。弟兄姊妹有冇见到啊？呢一切呢都系神嘅恩典，喺试验
在管教的当中，仍旧的是有神的恩典在个里面。所以我要跟大家要继续看有几节的圣经。我们呢时间呢不多，所以呢我们只是单单读，我不会呢来到一节节来到去讲解啦。先看下呢箴言第三章十一十二节。箴言三章十一十二节话，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女。第二节圣经在诗篇九十四篇十二节，诗篇九十四篇十二节话，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第三节约伯记第五章十七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最后四节呢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八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矣。好了，弟兄姊妹，我们呢由上面几段的圣经我们看到了，就说呢特别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八到十一节呢，有五次有五次的讲到呢管教，有神的管教。为什么呢会管教的呢？原来呢有关系你才会管教。我们与神有什么关系啊？父子的关系。我们不是私生子，不是呢是抱回来的，是呢神的儿子。所以呢神要管教我们，而且呢是神所爱的，他呢就会来到去管教我们。好啦，我们见到呢这个是神的恩典，因为呢是他管教我们，为的是什么？管教目的是什么？要我们得益处了，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矣。所以我们作儿女的应该怎样啊？作神儿女的我们应该呢有个顺服的心，我们要顺从神的命令，我们呢要服从圣经给我们一切的教导。当我们来到有一个顺服神的话语的心的时候，你同样的会顺服神所安排各样的环境。你有没有呢来到是在你的生活的当中遇到每一件的事情，特别遇到一些的试炼，一些的管教，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仍旧的向神话，我们感谢神，因为呢你似玫瑰咁靓，但是玫瑰有乜嘢话？有刺㗎噃。啊，我哋呢相信呢都系有神嗰个嘅恩典喺当中。正话大家呢都听到呢闹钟响啦。因为我除咗有两个钟之外呢，今日开始我教埋个闹钟 ,45 分钟呢就会响㗎啦。即系提我一定要停㗎啦。所以呢我今日要停喺呢度啦。我哋都用呢一首嘅诗歌作我哋嘅呢个嘅回应啊，感谢神啊，赐我哋有玫瑰。虽然咧玫瑰有刺，但系咧都有佢嘅恩典喺当中。我哋可以一齐跟住呢个嘅歌词嚟到去唱呢首诗歌，感谢神系喺世纪颂赞308首嘅里面。
感谢神，因为神在各样的试验和管教的里面仍够给我们满有神的恩典。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祈祷和领受神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对祷告。主耶稣，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时时藉着你的话语来到去提醒我们，安慰我们，指引我们，给我们虽然有时候会落在这个的难处的当中，落在一个的危险的里面，或者呢在生活上面有一些的威胁的情况，但是多谢主，因为你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为的是试验我们，好像你试验以色列人一样，来到去睇下我哋肯唔肯遵从你自己嘅话语，我哋咧有冇一份嘅信心嚟到咧系相信你会按时按照我哋嘅需要嚟到系供应俾过我哋。所以今日你亦都同样，你好藉着各样嘅环境嚟到试验我哋，又藉着呢个难处嚟到系管教我哋，让我哋再一次藉着难处将我哋推到神嘅面前，更多嘅嚟到去倚靠你，俾我哋亦都明白人活喺呢个地上唔系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嘅一切说话。我哋要遵从你嘅话，俾我哋咧嚟到追求呢一个嘅世上嘅粮食、世上嘅财物更加嘅紧要。所以俾我哋一个咁样嘅心嚟到去爱慕你自己话语，愿你自己今日的话来到去教导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继续在家居的里面有你自己的看顾，将平安喜乐来到赐过给我们，悦纳我们今日在你面前的敬拜和赞美，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交通，常与我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们。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弟兄姊妹平安，你们好，
我哋又再次进入咗喺下一半年度喺网上嚟到敬拜我哋嘅父神。虽然而家疫情系有少少嘅改进，有啲嘅军员系可以喺呢个教会开始嚟崇拜，但系亦都系有好多地方仍然系地方政府系禁止我哋崇拜。我哋教会呢个重开小组同埋我哋嘅牧师团。會繼續為呢件事情盡快嚟到通知弟兄姊妹究竟我哋會喺何時何日會正式翻到教會嚟到做呢個崇拜。好，上個禮拜我哋已經開始咗喺呢個 CCMIW 喺網上嘅詩班音樂嘅訓練。如果你係有負擔嘅，你可以繼續喺呢個網上嘅網址連寫。填表報名，你哋一定要係自己私人進入呢個網址嚟報名，所以先至可以上網嘅。喺上個禮拜，我哋亦都係進行咗嘗試，第一次喺呢個廣東話崇拜，用十五分鐘短短嘅交談，同麥牧師同埋弟兄姊妹，我哋差唔多有廿多人嚟到參與。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呢個負擔，有呢個嘅興趣，可以喺呢個嘅崇拜嘅秩序表嚟到擊網，嚟到上網，嚟到一齊嚟到傾談。好啦，我哋今日嘅報告就到此為止。願神祝福弟兄姊妹，再見，拜拜。